刚才呢，我也发觉到他你在唱歌的时候挂猛踢啊，这是客家版，很多人打上来，我是客家人。Yeah. 来，现场的朋友，如果你是哈嘎隐客家人的话，就要打上来。我们的主办单位要知道，今晚我们的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呈现的茶阳线上欢乐秀，当然在茶阳大埔会馆很多都是客家人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我们的立新网站，包括茶阳的网站，有多少个是客家人，打上来，打上来。我是客家人。你只要打我是客家人，哎，如果你不是，不要乱打。我跟你讲啊，啊，是客家打上来，哎，你要打上来啊，我们就知道啊，可能有奖品哦。哎呀，格格啊，客家乡亲啊，尤其是泰埔的乡亲啊，记得格格打啊，打一来讲，格格点赞哈，格格格格格就快点，格格就快点，你要讲多点客家话，跟我们现在的朋友打。各位乡亲，希望听到那点泰埔的山歌么？希望听到我们大埔的传统山歌吗？其实就我们的传统山歌很短，可以唱吗？可以呀、啊啊，看到了陈润平，他说我是客家人，黑人用我是客家人，还有哈嘎妹也啊，新加坡，多哈嘎语，好多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多谢多谢，多谢了，多谢了，我是大埔人，还有罗秀芳啊。啊，还有张凯伦，我是客家人 ；David Young， 我是客家人；还有 Chong Noi Soi 哈，也是客家人；还有Chai Ching Hei 啊，我是啊，这个好多客家人打上来。哎、欸，这边也有伊林纳米林纳姆瓦林翁。没关系，我就这个是茶阳在我唱山歌的时候继续打进来，好不好？是，用在茶阳的问。所以 Young Sen Ko 啊，这是我们的茶阳的飞速脸书。来，继续他要唱首客家山歌，客家山歌，客家山歌，原乡泰埔的传统的山歌哈，啪啪努努爱唔弹，大家听下，啪啪努努，打上来，打上来，我是客家人。他莫呜呜叉叉，爱唔下莫阿莫，爱好比当里个养我，越呜越叉个，喊个甜莫。哇！掌声鼓励鼓励，打上来打上来，我是客家人，也给我们的特别嘉宾们李龙德一个赞赞，来掌声来打上来打上来，哇！那就是白白嫩嫩，我不贪，我们大埔地区的哈嘎山歌，白白嫩嫩爱唔贪，乌乌叉叉黑黑赤赤我不嫌。哦，阿妹好比那个当梨果，一种水果，它皮是黑的，越黑越勤劳的。真的吗？应该是啦，应该是，我是。你看看，我不懂，我们线上的朋友，你在听看这个节目，听到大哥的声音是怎么样的，如何的？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听到 Facebook， 对，我要回去听，我在现场听他的讲话，哇，你真的真的是不很了得啊，真的啊，感谢父母亲，感谢所有的老师，真的真的很好很好，哇 ，very good。那目前有教学生吗？有，像那个师承有约的一些年轻的主持都是我的学生，哇，师承有约都是他的学生啊，对，就是教他们怎么样做播音员，朗读、对对对，怎么念稿，怎么评述，怎么念稿，对，评述新闻的报告，新闻报告也有，就是基本上评述。就是朗读包括了不同稿件，像广告啦、故事啊，是，这个旁述啊，是，都有，哦，你觉得我们有潜质吗？你们绝对有，绝对，只是说这个语音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，就非常好了，就非常好了。莫呆莫急，你猛啊，语言方要记住了，哎呦，厉害，哎呦，要不断求进步嘛，我也在学习中，对，活到老学到老，真的很感恩的。今天听到大哥的，真的哇，哎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哥，我们的骄傲，我有问题要问。OK， 我他们每次唱啊，娘娘唔做得啊，娘娘唔做得，到底是唱什么？这样不可以，啊，娘是这样啊，唔做得是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可以，啊，这样不可以，这样这样，安妞哈西哟，安妞哈西诺，哈西诺，哦，所以现在的朋友也是客家人打上来，来，我发觉到我们今晚的茶阳的这个脸书啊，很多朋友希望呢啊，你在看节目的时候哈，啊，那么这一刻开始呢，每一天呢都 follow 哈，啊，我们的这个茶阳的 Facebook， 好不好？ Yeah. 因为他们很多节目将会进行，所以呢大家能够支持了。来，现在呢我们争取时间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送奖品。送奖品啦，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了，要注意的。来，我们的李龙德老师大哥。不过我想再唱下一首歌之前，对啊，再清唱一小段。好啊，可以啊。就这首歌的清唱啊，不是，跟这首歌有点关系。OK。其实我这一辈子
听到的第一首客家山歌不是刚才那首、因为新加坡在七十八十年代很难得听到客家山歌，对，我是在卡带的年代啊，从一个中国的卡带听到一首客家山歌、哦、好不容易找到一首 是广东韶关地区的客家山歌、哦、接近广东啊，它的歌名就是三个字，落水天。什么是落水天？下雨天啊，这个我懂，这个我懂。我刚才你都落水，我懂落水了。大哥啊，你会唱吗？大哥啊，哎，大哥啊，客家人马路以后落水呢，落水呢。食饱满，食饱满，食饱满，食饱满。我还会倒水啊，倒水、啊、来来。落水天，落水天，落水落到爱给身边，有毛利落，有毛杂落，光着跳来真可怜。现场的朋友打上来，掌声掌声、啊、所有的客家人也好，不是客家人打上来支持支持，我们的李荣德来下来这首歌啊，传统的歌曲不是，下来这首是比较快乐的歌曲，快乐歌，台湾的一首流行曲风，充满摇滚味道的，跟下雨也有关系，因为最近老是下雨雨季嘛，所以就唱了落水天。再来这首是天公又落水。阿兄啊，今晚你安排的又澳门隆重落水，经常的都落水落水，所以最你说的这个礼拜一直落水落水。我现在啊，疫情啊，坦白讲，今晚的主持的节目之后又要封麦了，没有工作，没有工作不就封麦了？落水在室内跟你没有关系、啊，没什么，我送餐了，落水我就死了，落水，那下雨了落水还落水，听歌了，什么歌名啊？天公又落水，天公又落水，现场朋友不要走开，这首歌完了之后就是赢大奖，掌声响起， yeah! 记得我唱的歌歌名哦。天公哦，又落水了、哦、天公哦，又落水哟、哦、天公啊，又落水了，天公哦，又落水了。记得今年落水天啊，爱将阿妹收来骗，两三夜散步在巷水边，甜蜜情意在心田。今年又是落水天啊，爱又想见阿妹的面，相爱来问起也很难骗，为爱一切到永远。天公啊，又落水哟，阿妹呀，带点力马来到巷水边，巷水呀就讲又讲，音乐老师很棒啊，在家里给他们点个赞吧。哎，这首歌我给他们歌谱，他马上就可以给我伴奏了，谢谢他们。记得今年落水天啊，爱将阿妹收来见，两三夜散步在巷水边，甜蜜情意在心田。今年又是落水天，又想见阿妹的面，相爱来问起也很难骗，为爱一切到永远。天公啊，又落水哟，阿妹呀，带点力马来到巷水边。
的记忆落水天啊，爱将阿妹收来牵，凉沙呀散步在巷水边，甜的情意在心田。啊，今日又去落水天啊，爱又想起阿妹的面，相爱来问起呀很难免，为爱一切都有好，谢谢了，谢谢大哥，谢谢，非常谢谢我们的今晚的特别嘉宾哦，天公又落水。所以呢，哈，当然今晚呢是我们的朝阳大博会馆哈，他们主办的这一个欢乐的这个歌台秀，对，所以难免呢我们也要回馈，让我们的所有的会员，所有我们的朝阳大博会馆，所有的 Facebook 脸书的朋友哈，可以呢能够听到他们的喜欢的自己的属于的这个母语的歌曲。真的有看到好多的朋友们都说，哇，今天难得可以听到这个客家歌啦哈，所以真的如果在歌台呢，真的很少艺人能够唱客家歌。歌台艺人有谁是客家人？对呢，啊，陈建斌啊，还有王清源啊，他们，就是我们这样讲，王清源都不能够啊，王清源跟陈建斌大哥，不是他们不能够唱的，他们在歌台都是唱，叫哎呦，我们叫得你，哎呦，我们叫，因为歌台不可以唱，要落水咯。对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哈，真的很难得哈，所以呢，线上啊，无论呢是不是我们的朝阳 Facebook 的朋友，还有我们的今晚的立新的 Facebook 的朋友，有这个耳福听到哈嘎歌，这是正统的嘞，真的假假？假假的，假的假。所以我们希望呢，朝阳哈。Facebook 所有的线上的朋友哈、啊，继续 follow 啊，我们的线上的朋友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朝阳大博会馆他们的这个脸书，好不好？